丑，相约花戏楼。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安徽、湖北、江苏、江西四省戏剧家协会和相约花戏楼联合承办的新时代黄梅之星全国黄梅戏青年演员电视展演。今天的复展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手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能够拿到他们想要的成绩。是，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文华表演奖获得者、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亚玲老师，欢迎。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淮剧表演艺术家梁伟平先生，欢迎。国家一级演员、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老师，欢迎。好了，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演员登场。我叫张丹，来自芜湖县黄梅戏剧团。我呢是一个民营剧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呢在上一轮的展演中呢，我演的是龙女月圆花好的选段，当时呢我觉得自己的表现也不是太好，我觉得评委老师当时给我的点评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民营剧团的嘛，他当时说了很多，说民营剧团不容易啊，很辛苦啊，然后我当时很感动，我记得当时我的眼泪呢都快下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我心想我只有更加努力一点，更加认真地去对待这件事情，才能够更好地回报老师和回报给大家。
是我顶替李浪性命上京应试，不料得中头名状元，眼看李浪得救，叫人好喜哟。身上会下祭祖。哎呦，小姐，你哪是回想祭祖，分明是想救出李公子，好与他拜堂陈庆。陈皇，瞎子说话，你要小心了。是。李在容吗？是容吗？上的这位演员叫做张丹，来自芜湖县黄梅戏剧团。听说这个团是自己的是吗？对。经营了多少年了？经营了1989年成立的。你还这么年轻？你1989年成立的时候，你的那是我妈妈。妈妈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这样一个民营的剧团。对。有多少人团里面？团里面有58个人。哇，这不小啊。张丹啊，真的是
还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啊。常常听起过你的名字，但是呢，没有见过你。今天看你呢，条件还是很不错。那有几个小地方呢，我想跟你商榷一下啊。传统的这段唱腔里面呢，再把这个传统的味道唱得更加圆润一点，比如说为救李郎离家园，睡了黄榜中状元。不要太夸张的那个口型也那么大，稍微收一点就会更好。但是今天你的表现我是很满意的，谢谢老师。好，好，谢谢。接下来有请张丹带来功法展示，有请。剧团啊，我们是国营剧团，但我们同样都是为黄梅戏的事业发展在为自己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我要给你一个 yes。 好，前面李驸马整个感觉是不错的，但是还没达到我心里的那个尺寸，我原来是不想敲这个土章的，但是这个一直啊给真的给你加分，因为我们比赛几天我们没看到武戏，哎，我们民营剧团你看还有武戏，很了不起，这个我一定要敲。好，真不容易啊，张丹啊，没想到在一个民营剧团里面还这么努力，一看这个身手吧，就是经过了导演啊老师铺排的，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继续努力吧。武戏的设计深深地打动了三位评委老师。是的，我叫朱菲菲，来自江西麒麟黄梅戏剧团和无为县皖艺黄梅戏剧团有限公司。在上一轮展演中，评委对我的点评，他就觉得我的眼神漂流不定。回去我也琢磨了一下，我就换了一个不同的行当，女王会母一个青衣的段子来展演。我希望之前的吸收的营养
能够让自己更加成长，得到评委的认可。我盼来的爹爹
暖刀斩的碎纷纷，强则杀把后藏金腰搜，赤我母子共三人，强则将儿举刀斩，他说斩草要枝根，为娘计中神巧计，骗他潜藏有金银，强则丢儿把潜藏计，为娘赶紧摆身地，人说红战不过水，那叫红战过儿身，犀牛过吊牌冷粉水，陪在二兄二不进，昨晚为娘咬一口一包红缨几台针，为娘眼泪就肚中滚，一心只求二逃生，咬牙娘将双眼闭，将儿抛丢护中心，心想我儿总丧命，包含落个全尸身，若是被人来打，就让那趁人把冤伸，为娘早心早则落岗，扎得逼成婚，为娘纵死也不肯，要是今年小小孙，无奈人肉从则子留下你姐半条根，况谈则子心肠狠，要你姐来做夫人，三更夜五更去参着身犯斗残身，不准你姐跟娘睡，不准你姐叫娘听，白天不准我出门往，晚上不准添伤心，做牛做马守在则子欢吃那锅亲手心，当今你姐趁长大，你我要逼她配成婚，哭天不应，问地地无声，今日里朝若将娘来人，天下这小子传命太顺利，今日朝若不将娘人，他只怕天雷打死你不孝子孙，不孝的子孙，朱菲菲啊，这朱菲菲自己也是这个明云院团的这个。刚刚介绍的时候，你说了两个剧团是吗？两个分别在，都是你的，一个在江西，一个在安徽。那你这还要两地来回跑吗？对，对，天哪！两个团，我是很难想象啊，就怎么能够管理的过来哈、啊？希望你能把他们经营好，好吧？因为我们家是世家，啊、我爸爸妈妈、我自己的弟弟弟媳，啊，我们都是同行啊，我是合肥、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也能帮你分担掉一些，对吧？对对，我不在团里的时候，我弟弟和弟媳也都会管，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嗯，朱菲菲啊，与晚会母这一段，总体来说。这个整个情绪的把握还是不错的，前面两句啊好像是音乐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听不太清，太弱了，我怕听不到会黄啊、有点不太贴弦的啊。我认为你吐字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想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的声音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音区和这个低音区附不够，就是基本上就是声音比较窄，你得让自己的声音啊，气息沉下来，基本上越唱越唱，越到最后基本上都飘在上面，那声音沉不下来了啊。就提这个建议。好，我对这段《渔网会母》啊，就是有很多版本，我对这个版本呢，我略微有一点不是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后面太吵了，不如你从头到尾的那个，就像咱们淮剧那些大段的多版多版，一直给它多。乱刀斩的碎纷纷，前藏搜到后藏内，后藏搜出我母子三人，强则开口将我问，他问我怀中保活人，多清楚呢，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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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偶尔听到什么红檀不过水，要把红檀，要是就这个段落吧，他这个得把我们搅的心里面挺着急的，就这种，下次要选段落的时候，这个伴奏各方面还是要慎重的挑选一下啊，其他都还不错。接下来有请朱菲菲带来功法展示。
这个 yes， 来有请。继续努力。说老实话，因为是民营的，所以我们这个没有他们这种精神，他们实际上最接地气。对普及戏曲啊，他们是个生力军，虽然他那个前桥翻了跌跌冲冲的，基本功也不是太那个，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这个民营剧团有很多的艰辛，我这个给你去看。现在目前已经是待定的状况，如果再拿到吴琼老师这一票，就直接可以走到下面。相约花戏楼，稍后精彩继续。相约花戏楼，精彩内容马上开始。现在目前已经是待定的状况，如果再拿到吴琼老师这一票，就直接可以走到下面。菲菲啊，我也挺为难的。我们保持待定吧，看看是不是未来还有更好的希望，好不好？嗯，好，好，进入待定。是的。我叫钱思思，来自安徽蚌埠，现在于马鞍山市艺术剧院工作。我这次展演的选段是《卖水》选段。嗯，这个曲目是我现学的一个曲目，我心里很没有底，但是我非常喜欢，希望得到评委老师的点评和指正。十二年，听我
画在凉亭上，蔷薇开花朵朵来。五月里镇断阳，石榴开花红满堂。六月里是伏帖，姐妹池边赏波莲。七月里来七月七，牛郎织女会嫁鸡。八月里是中秋，桂花飘向镇悠悠。这个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段来作为自己来这个复展的这个剧目？因为比较喜欢。但是好像你才学这一段，胆子这么大。这就是我的动力吧，来比赛然后选一个曲目就一个动力。我还蛮喜欢你唱的那个口齿啊，都还蛮清楚的，咬字啊吐字都还挺好的。就是怎么说呢，给我感觉缺乏一些亮点啊，就是感觉有点平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很多的地方因为可能你是刚学吧，就是所以那个眼睛里面啊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满园春色啊，这个鲜花朵朵呀，这种状态，这个还没有做到啊。但是你的声音我还是很喜欢的。谢谢老师。好，谢谢梁老师。很可爱小姑娘，演这段戏呢也是比较讨巧的，但是如果这个再严格要求的话呢，因为这样的小花旦戏啊，那种灵性更足一点，那就是一个手眼身法不全部集中在你的身上，你的腰里面一点都没有，这个小花旦这是很重要的。好，谢谢老师。好，谢谢。接下来有请钱思思带来功法展示。行了，你又要给我灌心理鸡汤是不是？你怎么就不能现实一点？人家不用费什么劲，收入高，粉丝多，你整天埋头搞研发，只付出没回报，你除了妈妈谁是你的粉丝啊？你放开妈妈，我不愿意让妈妈打，妈妈打我是因为她心里有我这个女儿，而你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对我不
心里压根就没有我。好，这个思思刚才表演的这一段里面，这个小女孩大概是多大的年纪啊？15、16岁。15、16岁哈、啊嗯，所以要表现出比现在自己的这个年龄要小一点点的那种状态，对不对哈？比较叛逆，然后、哎、比较叛逆、嗯，从台词上面就听得出来，你又在给我灌心灵鸡汤。像我们这代人，我们觉得心灵鸡汤没有什么不好。我现在经常听到一些小孩讲，你不要给我灌心灵鸡汤，那很典型的啊，这个小孩的这个台词啊。来，三位老师有请。那我。很年轻啊，23岁，我希望你继续努力，好吧？嗯。哦，你确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还是想说，这个跟大哥哥大姐姐们比呢，还略显稚嫩，咱们艺术道路还漫长啊、嗯，咱们以后再继续努力。啊，吴春老师，给鼓励一票吧。继续努力啊！谢谢老师。好，加油啊！嗯，继续加油，谢谢，谢谢思思，谢谢。我们宁可穿破，不要穿错。为娘子，我愿护她护到老。为娘子，我愿等到满头银。吐字清晰。在台上非常的沉稳。你看带一点平静味道，还特别好听，就这感觉。妈